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老阿嬷 TV， 我是老阿嬷，这个就是我做的玩具球，可以吗？大家好，是蕾蕾。我们最近在 Seven 发现一个很酷的东西哦，它就是 DIY 弹力球，很有趣哦。那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，Go Go Go！ 我先把它打开。这边有粉色和蓝色和黄色的荷包，我们开始做吧。来一下包，还挺粗的。我们给它放进去水里面了，我们要等3分钟，膨胀了。我们把它捞出来，然后等1分钟就能脱模，就能开了。我们开始用金黄色，用三色粉色。好，再来用蓝色。加油。我们放到水里，一样等3分钟。这个是彩色的，这个也是彩色的，这个是双色的。我们来比弹性吧，哇，都一样耶。我们来弹性测试哦。换我。好好玩哦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玩吧。这个很好玩哦，因为可以自己配色，你们也可以找找看哦。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